这个是杰克的放屁啊，996加669啊。是怨不得这个杰克喜欢看许老板的这个歌舞团啊。这咱们都来一个讲的啊，加班就不行。这个制度是你用来所建立的啊，牛逼制度。所以这个杰克马是本科毕业啊，当然一开始考的是大专。这个于东来是初中毕业啊，但貌似于东来比杰克马的格局稍微高一点啊，嘿嘿。所以于东来讲啊，这个格局打得更开啊，你会发现生命发展一条两条路，一条是向自私，一条是向善良伤爱。越来越美啊啊，这些简单啊，也不用说谎啊，没有什么束缚啊，所以越来越从容啊。无知辛苦啊，有记恨啊，你想着把自己怎么搞死也很累自己。